我们先出去，我来捡装备。 别说话。大敌当前，还有功夫走神？又没有机器人。 我的枪法还是那么的随缘，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手把手慢慢教，总能教会吧。 觉得有人在偷看我。我也感觉到了。嘿，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然呢？哦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好，见到你很高兴，拜拜。哎。 我说你们，喂，喂，喂喂！奶奶，哎，开门！来了。哎，奶奶，不用开门，推销的。 推销这怎么可以随便进家门啊？别搭理他，估计一会儿就走了。陆晴，你别躲在那边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有本事抛妹子。怎么那不是开门呀？开门呀，开门呀！我知道你在家。小静，怎么好像对门小孙的声音啊？他说你什么跑什么？奶奶，你别管了，估计他排练新戏呢。 排练新戏。陆奶奶，哎，陆奶奶好，你好，陆爷爷好，我刚来了，哎，好，陆爷爷好，我刚来了，哎，好，说一声，我一会儿找您喝茶，哎，喝茶，来进屋喝茶。